Yo, what's up, everyone? It's 会长 Yankee。过了那么多的撸鞋时间，现在又到我们的撸粉时间了。谁会成为一月份的幸运观众呢？我们现在即将揭晓。作为一月份的新春之际呢，会长在此祝所有的粉丝们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六门、六六大顺、七七成高、高高发发、来财就会同心、十全十美。言归正传，关于我们一月份的幸运观众，原本会长想在国内的一些平台进行这一次的送鞋，但是 unfortunately 这一次呢，现在的国内的快递全都关了，你搞什么？所以呢，这次会长便在 YouTube 的频道上，也就是油管上面抽取了一位幸运观众。这次的幸运观众呢，来自于 YouTube 的一位忠实粉丝，叫做 Eric。然后在此，会长非常非常感谢 Eric 一直以来对会长的支持，因为每一条会长的视频都有 Eric 同学的留言，所以非常非常感谢。那么在此新春佳节之际，来上鞋。会长将会送到这一双 Air Force One。到我们的 Eric 同学手里，也是非常幸运，会长和这位 Eric 同学取得了联系，然后 Eric 同学和会长一样也是居住于墨尔本，那我们现在会长就将亲自送鞋到我们的 Eric 同学手里，那我们一起带着我们的 Nike Air Force One 出发吧。 Yo, let's go。现在呢，我们终于见到了我们的 Eric 同学本人，哇，好帅哦！哇靠，我操 man， 我是 Eric， 恭喜你，非常非常的幸运的成为了我们这一期的幸运观众。然后这是会长将要送给你的鞋，来看一看。Thank you so much。哇 ，Air Force One 呢？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很帅啊，这个。非常好，谢谢 Yankee， 非常感谢。No problem， 我现在能试穿吗？可以啊，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好，